今天上菜市场来看看，买菜的超市，看看日本的蔬菜有多贵，还是便宜。芹菜148，生菜多少？生菜是100，啊，1/2切是100，上面这个是100，啊，下面这个是198，这一颗200元，这一颗葱。我的妈呀！这一颗葱138，这是两颗是238，三星产的。这太贵了吧？看白菜，长野产的，一颗白菜切了四瓣。1/4是198，贵不贵呀？这还能吃吗？一吃肉都吃贵。这是个白菜心儿，1/8切是104。我的妈！看看这个萝卜。这一根萝卜238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这是1/2切的一半，120元。看看这个黄瓜是福岛产的，这一根小黄瓜是88块钱。再看看我们家常吃的玉米。这一根200元呐、啊，这一根200元呐、啊，太贵了！哎呀，这么贵，200元！你看黄瓜那么便宜，88一根，日本人真强。这是这个辣椒，4个一袋，198日元，这比吃黄金都贵。我家的辣椒一满地都是，看看大头菜，我的妈呀，大头菜，这一颗大头菜248日元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胡萝卜3个，158，你说是贵是便宜？再看看这个豆芽是一袋是26，豆芽一袋26。看看中国的大蒜，这是中国产的吧？秋国湖桑尼尼哥，3个，98，加上税106，贵吧？三头蒜呐，这是哪厂产的？中国什么地方来的？没写是从中国什么地方过来的，一般都是从我们山东。再看看韭菜，你那对不对？你那就是韭菜，148一袋，148，这一袋150，里边有几根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不到20根，150。